认为当选人或其团队成员亲友涉及贿选案件，于12月19日向彰化地方法院提出6件7人当选无效诉讼，另有3件5人亦将逐一审慎评估后陆续提出，总计对县议员当选人、乡长当选人、乡镇市民代表当选人及村长当选人等9件12人提出当选无效诉讼。